哎呀，又是鲈鱼，两大条。啊，今天就怪了，撞上鲈鱼群了。来，大家，是阿星，然后现在又出来收个网了，都是这样老样子，时间到就出来收个网。行，走吧，上来，打鲈鱼喽。一碗上来两条鲈鱼真雕乌鱼的乌鱼头也挺多、哦、两天出来这个季节鲈鱼就多嘛什么季节就抓什么货那条大鲈鱼能有个四五斤吧五六斤这样子就是这季节就大一多一点然后现在还有好些人专门也是过来这边钓大鲈鱼的好吧去收下一碗哦第一碗那水流还是很急的又虾又有鱼了石斑又是大鲈鱼黑雕真雕哎这条可以哦还有石斑哦这个可以可以还有鲳鱼哎呦这个什么蟹给你吓人哦这是什么蟹那蜘蛛蟹这是一条大鲈鱼啊这碗、有个五斤左右凶猛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冬天就吃鲈鱼鱼身还有石斑第三碗了上来第三碗了小乌鱼头石斑哎呀又是鲈鱼两大条啊今天就怪了撞上鲈鱼群了哦这两条也够大满川那个风向一转变就不一样石斑哦又有石斑哦然后鲈鱼又是撞群了来两条这够可以哦都是大货有一些真雕鲳鱼的那今天是收获啊无法形容了太多了那赶紧的是最后一碗赶紧收完回去排了今天货太多了特别多最后一碗了赶紧收完因为今天这个鱼特别多然后又是大货的哎，最后一碗了哎，小蟹大白蟹下去了又是真雕这碗就没啥货几条比较里面最后一碗没啥货一条大白虾一条小鲈鱼、哦、又有鲈鱼快四个碗现在全部收完了回去了今天货太多了
走。收完湖南了，还有然后这里还有几条，两三条鲈鱼嘛，还没有卖出去，然后就先放网箱里边暂养了，然后过个一两天的话再卖吧。好吧，两条大海鲈，13.2。13.2斤哦，哦，这是刚才卖的两条大鲈鱼的钱，1050，那点哦，卖出去两条大海鲈，然后一会就全部帮他们放血了，那个今天视频就这样的，我们下期见，拜拜。